Hello，哇！你好，您的玛卡龙到了。请问我可以品尝第一块吗？当然。你是专业的吗？这甜品确实可以让人心情变好。不过我有一个关于我们合作的问题想请教陆总。问呗。你说这一次关于我内衣第一批生产的量应该控制在多少呢？我没有什么概念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先做一个预估，然后定批次，根据销售情况做调整。预估？什么预估？一般是市场咨询公司来做，但你不是大公司，所以没有必要。我建议你还是先做预售吧，这样可以推算出实际的销售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根据我预售的数据来定我第一批订单的量？没错，毕竟你是新产品嘛，不确定因素也比较多。总要去尝试的嘛，反正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啦。谢谢骆老师。别，陆老师，我不想再听到了。谢谢您啦，快吃吧。那再吃。